这就是你之前跟我说的那个他。你们认识多久了？三年了。三年了。他叫什么名字啊？ Sarah， 陈思泉。他叫陈思泉。我和丽怎么样了？那决定去哪儿了吗？没呢，在等 UCSD。 所以我们之间是出现了什么问题吗？我现在给不了你任何承诺，去了又能怎样呢？所以前两年都浪费了呗。沉默成本不应该影响我们对未来的规划。如果我考不上 UCSD 怎么办？那我就去你的学校考研究生。这个给你。是不是那天差 offer 的时候拍的？记得给我写信。我会想你。走了。沉默的沉默在深渊。